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在一档电台节目中，前曼联后卫艾夫拿就讲到球队曼联现在的隐患情况。艾夫拿就表示，如果有车路士、利物浦等球队可以选择，那他们不会选择曼联。艾夫拿这样讲到，如果你现在开始引进任何的球员，那是因为绝望，这个不会是一件好事。这些事情应该在季前赛之前完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每个人都看过季前赛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坦克格工作人员和董事会都认为这支球队看起来不错。他们要将哪个带到曼联，谁可以在这里为曼联效力。如果有车路士、利物浦甚至热刺可以选择，这样球员会选择他们而不是曼联。法兰基迪庄不想来曼联，他更加愿意去车路士。报纸上面有很多媒体的影响，但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我是一个积极的人，但现在事情看起来并不好，这个很简单。好波不等人，即刻下载 M 直播，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